的情况应该是双重人格。双重人格？我林弯弯为了挽回企业，我不得不和沈氏集团总裁沈良川联姻。询问问你，我是尖尖，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爱你。你别自作多情了行吗？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他离婚吗？你根本就不懂他。谁允许你们抱在一起的？用真心换真心，接招吧。你绝对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降火汤。又要见面了，林剑深。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就原谅你。我怎么会舍得打你呢？我怎么会主动亲沈良川？幻觉，幻觉，完了，有烟。剑剑，你怎么了？今后我不会再来烦你了。你也觉得我该放弃了吗？脾气那么凶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？我知道他脾气大，爱发火，知道他工作狂又偏执，但我也知道他勇敢又洒脱，自信又善良。云弯弯就是我唯一的真爱。弯弯，我们复婚吧。这个我还要再考虑一下。嗯，